硬币上的鹰，陆卫青。一块钱的硬币上，行走着一个穿假肢的英雄。他失去腿和脚，却决定穿越北美大地。没有腿的行走，他用假肢敲打地球。他在风中挥舞手杖，卷发飘扬，眼睛闪光。想象那没有腿的奔跑，想象一个孤独行者的心。有多少人在为没有鞋哭泣？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没有腿的人。我握住这硬币，握住一颗永不屈服的心，一颗朝圣者的灵魂。